機動遊戲係包曬所有嘅表演，機動遊戲係包曬包你個買嘅紀念品嘅。咁一陣間咧，代好嗰張飛喎，唔好唔見啊嚇，因為入場咧雖然入咗場，但係咧咁你佢有機會咧會睇翻你啲飛啊表演啊，佢哋咁記得咧，唔好唔見，一陣間咧代好咗之後咧都唔好跟我啦，一定要跟我入去嘅，因為而家咧我哋公司咧做咗個團嘅人數啦。 一陣間咧，我會有個好似QR code嗰啲嘢咧，帶埋你一齊入去嘅，就係經過團嘅排隊個位嘅，就一齊入海洋公園。所以一陣間有飛之後咧，都唔好走開，跟埋我入去嘅。咁講一陣間個海洋公園程序啦。一陣間到咗海洋公園之後，麻煩帶齊所有嘢落車啦，因為你哋唔會翻翻嚟呢個旅遊巴，即係唔會跟翻我走嘅，會自己翻翻走嘅，自己走噶啦，記得帶齊所有嘢。 咁之後咧，我哋就會上一層扶手電梯，上邊嗰層咧就安全檢查安檢，即係 security check。一陣間麻煩要打開你個袋，入邊係唔俾帶嘢食嘅，水都可以，但係嘢食就唔俾帶入海洋公園嘅。所以頭先同你哋嘅強調話，點解餐廳唔俾帶嘢食？海洋公園係唔准帶嘢食入去嘅，一定要打開個袋安全檢查。咁咧，如果有嘢食咧，唔好意思啦。 就要擺落垃圾桶，就要掉咗去嘅，嘢食就係唔准帶入去。帶齊所有嘢，俾咗多多，唔使費嘢。
Kehilangan duit tak gak apa-apa, kehilangan tiket. Tapi duit ada mana? Thank you.